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《诸神的传说案：设置之魔》哦，这个是那个巴丰特升华的关卡哦，这次没记错，升华。哎，水浮石，我是不是走错关卡了？为什么要下水浮石？有点莫名其妙。不过还是得消啊！怎么是水浮石？哎，好吧，不管了，水浮石就水浮石，我们就先凑一下水浮石。怎么是消水的嘞？我到现在是很纳闷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四六八，还差一颗。他说消水，我们就消水吧。二四六七八，四六八，八颗。给我水浮石吧，老大，来一颗吧。吐血了我。我只是要水浮石，有这么困难吗？来了，的确是水。这一看是应该是暗浮石吧？十二颗，这个好处理了。这个我们就是。把一些杂猪绿玉哦，十二颗嘛，好处理了，这样就有十二颗了。基本上我也懒得数了，把它串在一起啊。KO！ 哦，这个巴丰特摩阳巴丰特升华三哦的一个示范，基本上难度不难，就是靠回合速率而已哦。升华三哦，等一下再来为大家这个示范一下升华四的打法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